在岸边知名打卡景点大溪的祝福，上滨广场全面改造完成，重新开放。不仅在岸边有三只大海鸥，有岸边水景公园的超萌虎鲸，以及溪公岛海岸尾仔造型的整体艺术，精彩余光。另外，得到2019年台湾景观大奖的大溪的祝福，也重新开放。欢迎大小朋友坐回来岸边找海鸥拍照打卡。在南市安平区大溪广场重新开放，大溪的祝福，这几天搁再传出好消息，由照明设计师为大溪祝福设计灯光照明，得到2020美国国际照明设计大赛。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，原先码头烟花原来就存在各色的夜景，现在变成更加友善、更加美丽。获得了这个美国国际的一个照明设计大奖啊，我们的大宇的祝福哦，这两天应该也很多媒体的报道哦，那也感谢大家啊，对于我们这个大宇的祝福哦，以及我们安平哈这个三只金鱼的一个支持。市府观光旅游局局长郭正辉表示，大宇的祝福重新开放了后，欢迎大家来台南安平寻找三只独一无二的海鸥，旅游安平港，散步渔公岛，来坐安平老街。坐船游运河，以及品尝在地的小食，来一撮特别的小海岸的轻旅行。记者陈嘉生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